好的，欢迎来到 SFL 淘汰赛第一轮，双方主客场轮换之后的中间战。这一轮他们选择的是让丙爷去对上 Sako 的麦奈特，这个对局是一个很经典的长手对长手的对决。那这两个角色就很有意思了，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这种手长擅长牵制的角色，而且呢在近身的进攻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进攻的连续性很强，一波责到你以后可以反反复复不停的搞你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两个角色都是在近身防御的时候手段不多的角色，如果按照这个节奏来理解的话，其实谁的血量领先或者是在位置上处于领先，比如说把对手压到墙角啊，或者是上来有了一个半管血的优势，都会很好打。那这个对局其实重点就应该在前30秒了啊，虽然这个对局我看的不多，但是依靠我多年的观赛经验，应该是能够预测到这一点的。好了，现在比赛正式开始啊！注意一下，今天丙爷这边带了一个 VSR， 又和上次一样，他要秀一下自己的一个二段火球啊。那现在这个不会就这两个人一直这样不动了吧？谁都不想吃这个亏是吧？那Sako这边血量稍微落后一点，想要主动进攻的话，丙爷这边控的距离还行，但位置上已经是到了这个墙角位，看一下Sako这波能不能把对手放倒，放倒的话就有机会了。完了，这里还被对手打了一波。那这第一灯的话，丙爷这边应该已经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，即便Sako这边开了 VT 去强责，这个血量也未必能追得回来。而且瑜伽这个角色的话，他没有那么好去责，他在中远距离会过不去，你光有这个球没有用，对吧？你这里会过不去的，你过不去没有办法再近身发动这个进攻的话，这个 VT 就基本没了。丙爷这里开场顺利拿下自己的第一灯啊，但丙爷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今年打了联赛那么久啊，你会发现他开局都很顺，然后顺着顺着人就没了。我也是见了很多次，但这个赛季 Sako 的一个本身状态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觉得两边机会都有，对吧？丙爷反正第一灯特别厉害，第一灯的神，第二灯马上就开始了，就被对手各种摁在地上锤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就完全拖不住对手，像是被对手完全看透了一样。我觉得让我上去，我可能100局都看不透丙爷，他们上去好像一局就可以看得透。这边太高了，直接是没有捅好，被丙爷出来以后血量上面又落后太多。那现在 Sako 这边应该是没有特别多机会了，这里又要选择去追，而且是有交过一次 VR 的， VT 也会玩，这样进攻也打不起来，消耗的话丙爷这边完全不虚你的，射程上我还要领先你多一点，这边手上还有气，我可以用 EX 的火球来跟你硬责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边火球拼到一下，第二发以后现在丙爷还有一个气，最后一发 EX 火球就可以定胜负了，但这里吃到一个重脚，重脚以后 VT 一波打过来， V 闪把你先击飞，应该还是要 EX 火，这里啊，没有想到吧，这一次我丙爷没有选择闪现去责你正逆，而是选择原地等待。这一下因为 Sako 血量已经不多了，考虑到自己吃不起正逆责啊，不能被对手责到任何一下，所以他选择起跳进攻啊。丙爷也算到了这一点，一发对空已经等好你了，前前往前一步，对吧？那这样 Sako 这边开场的第一局不是很妙啊，整体的一个局势上面来看就是完全过不去，完全过不去，而且特别想要进攻，不知道在第二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变化，应该是可以借鉴一下东大的一些打法的，不用特别的着急，就走进射程以后就疯狂的去压制对手，而是多等一下，多给丙爷一些出手的机会，他中脚按的再多他总有一下要停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可以去抓那一次的机会来了。这里是到了一个墙角，而且是有把球放出来可以连续的压一波，血量上面还是有点落后，不过比起刚才那一局应该已经是好很多了。现在丙爷这边 EX 火出来以后，这边是有续过 VS 的，想要折一个头没有折好，这个没有折好的话其实是很亏的，本来是一个进攻机会，反过来掉了一波血，接下来手上的气资源也不多，这个 V 是要考虑交一个 V 闪， V 闪对策 V 闪，但稍微距离上面差一点，这里下中鸟铲过来以后交了一手 VT， 能不能烧得了？烧不了，很快就被对手压过来了，因为这里 Sako 手上是有 VT 的，丙爷也不想让他接近自己，接近自己的话太危险了。这边直接滑铲到了，这一下进攻连续开启，
再一脚踩中脚趾，这一次没有插歪。再一个头完了以后，最后一波还是一次脚趾，完了这里，丙爷应该是按拆头了，那个血量上面扛不住了啊！他要再被投一下的话，感觉也大势已去了，所以决定要拼一手。那现在就到了第二灯，丙爷果不其然啊，第一局的神，第二局就开始有点绷不住了。给了一手 V 闪，先把对手击飞。丙爷这边气快满了，应该是想要交 EX 火，但是距离拉不开。距离拉不开的话，这个 EX 火是没有办法打出很有效的一个进攻的，至少是要拉开半个版面，对吧？半个版面的话，这个 EX 火就能择阵逆了。但现在这个情况下很难受，气是被强行交出来用来拖对手的。现在又到一个墙角位，硬跳跳出去，他没有带 VSE， 没有办法在空中飘，所以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跟对手去搞，很难受啊！硬跳，硬跳的话要吃对空。这一脚没有踩中，以后这边要吃 CA 了。这个轻攻击三下起手的 CA， 恐怕不会死。这个修正很大的，点了三下了。你要点一下的话，两下我觉得都死了，三下就死不了了。这修正已经大到40%了。丙爷这里算捡回一条命，这一条命捡回来以后，沙库在火里待的有点久啊！你干嘛？你 ，what？这是我见过瑜伽 VT 打过伤害最高的一次，我都没有想明白，萨库哪怕说我再摆烂一点，我在天上多飘一会儿也是一回事情啊，我在天上多跳一会儿，我可以少掉一点血，他是活生生的把整个 VT 伤害全部吃满了，吃满的话这个就一脚带走啊。但现在开局的话，萨库那边还好，一波就直接打晕了，刚才可能被自己的一些比较奇怪的行为给气到。那现在丙爷这里已经没有太多反击的机会了，这里被完全压死了。我就说过，这两个角色在中远距离牵制都很厉害，但是谁先打到一波进攻的话，谁就可以拿到一个很大的优势的，而且都是属于那种近身进攻连续性比较强的角色的。你像丙爷这边可以一直用鞋踩踩过来，对吧？我麦奈特也是一样的，这一脚过去以后直接强行 CA 磨死你，完全没办法了，比分就来到了1-1。从第二局一开始，丙爷这边就有点拖不住 Sako 了。在第一局的时候其实还好，我看 Sako 很难进得了身，但是到了第二局之后啊， Sako 不光近身的机会多，一旦这个进攻压制打起来，都是五秒起步上不封顶的啊，一波进攻接着一波进攻，完全不停。丙爷这边就会被迫交 V 闪交 VR，资源上面就开始落后，对吧？然后还要交 EX 火把对手推开一点，而并不是去换成一个进攻，这样就比较难受。现在第三局开了，丙爷在开局没有气的情况下要拖对手，其实哎呀，这边想续 VS， 这 VS 其实不续的话我觉得问题也不是很大，但这样被跳一下的话其实很难受啊，不用那么着急的吧。这边两边开始拼自己的判定了，丙爷这边用重攻击去给你硬拼，这样的话可以赚点血量。这里空中直接交了个闪现，换了一个边，这一波连续两个重脚想要绕身后，丙爷踢完一个重脚以后马上再一波过去，这样的话血量优势又拉开了，交一个 V 闪，慢慢退回墙角， EX 火打出去一点，换一个血量。萨克这边因为已经交了两次 VR VT 不一定开得出了，这一波的话感觉萨克没有太多机会了，这个血量怎么弄？丙爷这边只需要再磨两下就可以打一个中下泽啊，已经到了一个中下泽的时间了，一个下段或者一个中段，你猜你猜，哎，一个中段，这个就没法防的，你就永远不知道下一发会是什么了。丙爷这个点上两个选择过来，一个滑铲，一个起跳轻攻击，你猜嘛，你猜错就死。瑜伽就是要把这个局面拖到这种对手只剩一丝血了，就跟没有是一样的、啊、前半段就是慢慢耗。现在丙爷先一步到赛点，这一灯的话 Sako 这边气很多，如果拿到近身进攻的话伤害会很高。丙爷这边吃了一发对空，有点推进墙角， EX 火赶紧，这边已经意识到危险了，这样一格气就可以换出一个板边的话是很赚的。丙爷这一灯已经优势很大很大了，大的有点起飞了。 Sako 这边要怎么办？选择一个跳入没有打成功，刚才要跳重脚的话说不定有机会，跳重拳有点短，但打点比较好，跳重脚的话打点可能有点弱，很容易吃到对空，但没想到丙爷那一下出招了，
现在这个点上面，这个血量饼爷又要开始了最后的磨血，一个头已经进斩杀了，你没得选了。赛口翔上一次是打中段，这一次我应该防一下下段了吧，结果还是一个中段。饼爷表示在这个点上用中段打是最好的，因为是往后跳的，即便被防住了我应该不致死，对吧？但如果滑铲被防住了可能会有点麻烦，所以我优先选择打中段啊，还是先稳妥起见，对吧？保守一点。好了，那这一局经典的两只长手的对决啊，打的是各种妖娆，好吧？饼爷终于是在关键的时刻帮梅园队这边扳回一分，也就是说两边的队伍已经是进入到3-3，也就没有平局这一说了。接下来所有的压力都要落到东大和 Fodo 两个人之间啊，接下来就进入到双方的大将战，下期视频再见。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，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，那你只能是喜欢我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。